怎么回事？这么担心我？我只是不希望你死在别人手里。 性命攸关的时候，这些人都不讲了，现在倒是通通都跑过来。既然如此，小七跟社科林我已经找到了，其他事情交给你了，我走。你做戏要做全套啊！你就这么走了，我找谁跟我搭戏去？怎么是你啊？这句话该我问你。 狐狸走了，我这亏吃大了。你要怎么赔我？怎么赔？赔你把这亏吃回来。你去死！你是打不赢我的。你放开我！我问你，本来我在这等的是另一个人，怎么来的是你？你还问？要不是那日你在围场陷害我。 齐震也不会让我进宫的，我也不用像现在这样这么狼狈。话说，你最近都吃了些什么？怎么那么馋？你胡说！那我再抱一下试试。哎，别再拦了，我去帮你倒水。 你我之间不必行如此大礼。我知道，上了龙榻的女子都舍不得离开。你放心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你，女孩子家一不高兴就动手打人，我喜欢。